让我们跟自己说，秘诀在我的身上。让我们跟旁边的说，秘诀在你的身上。秘诀在你的身上。你身上有什么秘诀？请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，第一个颜色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吴老师说蓝色代表什么？信心。第二个颜色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代表什么？盼望。第三个颜色是什么？粉红色。粉红色代表什么？爱。我的答案就是信望爱。信心是什么？要有祷告的信心。从今天开始，在你的赞美操团队当中，那些还没有信主，找三个人就好了。还没有信主的，三人就好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要为他祷告，可以吗？这就是信心。祷告到有一天，你心里相信他一定会得救。阿门。这就是祷告的信心。